细语问答，两个孩子的案例探讨。学生说，不知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，一个小女孩，今年3岁半，上幼儿园了，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笑过，无论用什么方式去逗她引她，她都那么一脸严肃地看着你，其他的如智力、语言和大人的沟通交流等都是正常的。家庭情况是，女孩出生2个月后，爸爸去了海外，且一去不返，现在正在走法律程序。女孩妈妈说，孩子是不是灵魂早就知道她的父亲抛弃了她，所以才从来不孝的。挺奇怪的一个孩子，真的从来没遇到过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细语答，首先，患者要做脑干断层扫描，确诊或排除器质性神经传导障碍。其次，做笑气实验，看在非自主的情况下是否会笑。最后，在笑气实验的基础上做足底反射实验，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其他器官或肌肉的类笑式痉挛。可能性：一、先天性脑干区域病变导致神经传导不了笑的肌肉动作。二、自我意识压制，匮乏安全与同理性。三、神经传导构建错位，笑了，但电信号被传输给了其他肌肉群或内脏。学生说，现在刷抖音、快手、玩游戏的青少年可真是太多太多了。在我市刚刚发生一件惨事儿，儿子17岁，玩游戏上瘾，跟妈妈要钱买装备什么的，应该是无数次要钱玩游戏了，妈妈不给，妈妈也叮嘱孩子爷爷奶奶不能给。男孩竟然因为要不到钱恼羞成怒，一气之下争执中竟然杀了母亲，事后还把母亲截肢装在2个箱子里拖到了地下室。上个礼拜天公安局破案了，抓走了男孩。男孩和我同事的女儿是同班同学，女孩说她挺内向的，不太爱说话，也不是那种特能打架、性格张扬跋扈的人，不知怎么竟做出这种事，不太敢相信。细语说，喜欢赌博的人都存在内啡肽依赖，即需要不断的刺激来维持幸福感可能的峰值，依赖甜品、依赖烟草、依赖毒品都是如此。人在修行中也会产生禅修依赖症，因为沉醉于高维连通的亢奋中，比性高潮还要强烈100倍，是任何毒品无法企及的效果。最后形成法痴，对能量累计的执着，一有时间就想练一会儿。